又要哭泣了。我说现在讲讲，搿搿个人才勿够搿个太严，搿只勿够，我挂了。哪个不够？我说这里。我说你我说你这里没动。哪里没动？那里不是修过了吗？没车子肯定要修，有车怎么修呢？不讲理，不讲理，没关系。这个树死了。就是这个树那个坏。这个树你说死还是没死了？我不知道呀，这个树死了不啦？看到上面有叶子没有？哦，死掉了，把它移掉。不是移掉，因为这个东西如果枯干，我们不弄，它会靠到人，靠到车的。它会自动倒的。时间长是，这个通知他们也稍微弄一下啊。车是每天停的。打个比方说，对吧？车子停在这里，应该有。